看到这台机器的时候，觉得哇，怎么那么大一台机器在这边？到底要做什么呢？好，因为小英文它其实是非常龟毛的，我两台都在这边。第一次在以前还没有这些防疫措施，也没有这些疫情的时候啊，它本身就要求一定要带一套衣服来学校换。全部换掉才可以进校门，就是为了过滤那些外在的细菌等等。那我就觉得，哎，怎么这一阵子不需要了？很好奇，原来学校多了这一台机器，对，觉得很棒。感觉吗？就是它的外观造型非常的时尚，然后而且因为它很白色，就是它是白色的一个外形，然后又简单，就是它感觉无论放在什么地方，都很可以很轻易的融入这个场所。然后不会觉得我觉得真是太厉害了，因为这种防疫门一般应该要在大楼或是饭店里面才看得到，我竟然可以在就是自己小孩的托婴中心看到这么高级的消毒门，我觉得很强。嗯，觉得很酷，因为没有看过幼稚园或是托婴中心有装这样子的那个消毒设备，对，所以觉得托婴中心很有钱。它是几乎是百分之百用水，对，然后去制作成一个那个高腐蚀性的消毒液。然后我觉得说，其实用在小孩身上还是用在大人身上，都非常的安心。我知道它们其实是水的原料，然后利用专利的部分把它变成消毒液这样子。那因为它的成分是水。所以喷在我们宝宝的身上，我们就会比较放心。因为如果说是酒精啊，或是一些次氯酸水，我们都会担心它会跟环境做一些结合，会影响到我们的宝宝。那如果原料是水的话，就比较安全。一开始爸爸想说会不会喷到眼睛，或者是对小朋友有刺激。可是后来我们有家长有告诉我们是伊利金的产品，然后我们就有上网查了一下它的成分是。对小朋友的眼睛跟皮肤都是没有刺激的，是很安全的，所以我们觉得就是伊利金跟小英文都有帮我们顾虑到这个部分，就是非常的开心的。好，其实我不知道，我很诚实，但是呢，我知道以小英文这么谨慎又龟毛的个性，一定是对小孩子非常好的。他连任何一点小教材或者是他的所有的建材。都要求无甲醛，所以喷出来的东西我也知道，常常在喷酒精，其实手是很不舒服的。但是对于小孩子，皮肤只有我们的三分之一，他一定会更要求，一定是完全不伤皮肤的这一种。对，那我知道他这个东西是用水去做出来的，所以很环保又很棒。就是谢谢小英文总是把小朋友的安全还有。各种的防疫的措施都想得比家长还要前面，对，所以我们非常的放心，然后也给小英文还有伊利金产品很高的评价。天哪，我觉得他们就是太棒了，直接200分啊！对，因为在这种时候，我觉得大家。每个行业好了，他们都非常的艰困，可能大家都在想说我要怎么去节省成本来撑过这一段的疫情时代，可是他们竟然是完全相反的做法，趁这个时候我们把防疫做好，他根本就是想要把其他间全部抓下来吧。对，我觉得他们太棒了，永远就是站在家长想不到的地方再往前走，再往前走，所以把小孩交给他们，我觉得真的很棒，对，很放心。对，我觉得有时候会觉得照顾的比我们家长还用心，那而且由他从他就是会愿意花大钱，然后就是去帮我们添购就是这种设备，然后来做一些就是园区的消毒，我就觉得啊天哪，就是觉得把小孩送来这里真的是真的非常放心，然后也非常的安心。我觉得很感谢小英文的园长，因为可以从这个消毒门感觉到，就是园长对孩子们的用心。因为我们的小孩子年纪都比较小，那他们的抵抗力也比较差，那他们常常都会东摸西摸，然后把手放到嘴巴里。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在环境这一块把它做好的话，那小孩子就比较不会生病，那家长也会更放心。自己就有在用啊，
它在放在我的包包里面，然后我随时都可以喷手啊，然后喷环境啊，这样子小孩子摸到的话，我也比较不会担心这样子。这也是你的安全之前小一朋友帮我们传动，所以家长很多都有准备一罐在身上，就是出门只要加水就可以帮宝宝消毒手跟餐具方便。可是无论走到哪，然后如果说他今天零食啊，想要吃点东西或什么之类的，不用大老远去找，跑去找那个厕所洗手，或者是说拿酒精来喷，就直接拿那个液力精来喷。我觉得那个非常安心，因为它真的是水，它还原之后其实就喷到身上，哎。消毒过后，他说生气就会分解掉了，那就对环境或是对小孩皮肤都不会造成任何的一些负担。Yeah!